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好主意，每位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很高兴再度在生命电视台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好吃、养生又健康的素食。啊，尤其啊，现代人饮食观流行什么呢？素食。啊，什么是素食呢？就是吃的会让人感到身心舒畅，而且零负担的素食佳肴。它的特色就是用新鲜的食材搭配创意的料理，而且做法方便简单，所有的厨具也不会很多，所以呢不会污染到你的厨房。最后将前菜、主菜、甜点一道一道的端上桌。另外，我们也将针对不同的族群，对不同的健康需要设计食谱，让各位菩萨更清楚每天的饮食所带给自己的健康影响在哪里，所以你可不能错过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哦。哎，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道美食叫做美味番茄面啊，先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的食材有哪些哈，请看这里。好，来这里啊，我们从这香菇开始介绍。这个是干的香菇，是普里香菇，非常有名又很香，很棒哈。再来这个是猴头菇，猴头菇呢，我们一定要买这种处理好的，因为一般人大家都不大会处理，所以我们买这个处理过的猴头菇啊。再来这个是美白菇，哈，那最主要的是一定要不能偏离主题，这个是牛番茄。牛番茄我们以前讲过了，牛番茄就是生长在阳光都照射得到的地方的番茄叫牛番茄，它的茄红素特别的多。好，那再来这个高丽菜，好，高丽菜我想大家都不需要什么介绍，大家都很清楚。那再来这个是羊菇，好，羊菇人台湾话讲上凉，好啊，这个是一点素料，一点点，这是福州丸，好，那这个是豆皮，好，可惜内容你自己可以变化，你可以改变你喜欢要的东西都可以。那再来最重要的是要这个面，这个是细面，干的细面，你要用什么面也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选择。好，再来看我们这边的调味料，这一碗是什么呢？这一碗是哦，这个番茄汁，好，这个是有机的哦，有机番茄汁。好，你要用什么番茄汁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啊。在这个是鲜菇粉，我们不用味素，我们用的是鲜菇粉，很多菇去磨成的粉非常棒。这个是一点盐巴，这样就好了，就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菜。所以我们大家来看这怎么做，一起来做做看。接下来我们一样要请到的是我们美食达人张师兄来为我们示范这一道菜的做法。张师兄请。好，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介绍一个非常健康好吃而且非常简单的这个菜肴，那叫做美味番茄面啊。当然顾名思义就是那种番茄为做基底。对，好，我们请张师兄来。 好，我们来开始来。好，开始切啦。先从这个好吃的番茄来了哈。这个番茄非常的棒，茄红素非常的多，但是经过煮了以后啊，这个茄红素
更会出来，效果会好一点，效果更好。所以呢，好，有的人说啊，吃生的番茄很好，其实煮熟的番茄，它的那个茄红素会跑出来，对对对，非常的棒。所以这个都非常的健康。那这个番茄我们就简单的切成，对，不要切太细哈。对，那番茄面呢，我们不只要加番茄，因为颜色还不够漂亮，而且哈还加一些有机的番茄汁。对，有机番茄汁真的很棒，效果比较好。哎，对对对对，因为两颗就够了，两颗可以哈。哎，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很简单的，那个就切滚刀哈。好，那我们放到旁边备用。切什么刀法？随在你啦，来。所以很简单哦，讲冬连番茄的那个牛番茄的、啊，那如果说一般按这台湾过几的看，现在像这个蚵油哎，番茄也不错，蚵油番茄也不错。哎，那切无时间的不搞。哎呀，快来先切香菇。哎，对对对，切香菇哎，也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做的是一家人份的，我们今天。那这香菇注意哦，香菇一般让你跑嘛。泡料伊就有一个底哈，该挂掉，因为较歹煮，较袂，较硬啦，较硬的你甲溜掉哈。其实哈，你知影我的香菇地头有多好用，你知道？这个可以做高汤。哈，做高汤，连 XO 酱都可以用这个做起来，你绝对不会想到说那个就是香菇的那个。好 ，OK。好，放在一起。来，就是我们的猴头菇，哎，猴头菇哈，也不用全部放，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只是煮大小块哈，这个自己哈，我们在家里对，你说对对对，如果大小块的那个选择都可以。对对对对对，哎。好，这样可以了。好，这样够了，够了哈。哎，够了，够了。哦，你看这个，哎，对对，料非常多。好，美白菇，已经美白哈。大概注意看了，它有一个小地哈，等于一般一些生长哈，弄那个对对对真空包，所以啊，切掉就好了。哎呀，就免切掉，反正也晒。那稍微给它拨一下，拨开就可以的。就可以哈，这样就可以哈。这个，然后来，这个是我们的豆皮，这样也够了，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只煮一碗哈，一大碗。对，切其实就可以了。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不要切好，那个没有很大，不要切好了。如果看大片呢，还要再切两遍。像这个小小的啊，就不用，让大家可以稍微切一下。对，看都可以的，看你，但是这个不可以太早下去煮哦，那太早下去煮的话，它会。哎，撸来撸揪揪，我几粒就很小，所以我们哈，我们不要，一般就是高丽菜，大切大块的没关系，大叶就可以了哈。哎，好，这个切成两块三块都可以。好，哎，好，好，差不多了。丸子，哦，还有这个丸子，对，因为弄两颗丸子，对，两丸子的选择，如果说一般不喜欢吃丸子，可以弄蒟蒻啦，对呀，对，先就是看你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对对。好，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这样一碗起来才会非常丰富哈，非常的丰盛哈。其实我们一般在家里吃素哈，其实可以吃的好，我们可以开始煮了。那我们开始一边煮哈。好，那其实我感觉这个素食的料理啊，那个先后顺序很重要，非常重要。采什么时候要丢什么，这个待会我们可以注意看。那我们就加一点点，注意看顺序哦，哎，一点油。那油的选择，但不算也很注意哈，就是要能够比较健康的油，比如说好的橄榄油，对，好了，都可以哈。来，香菇在这里，来，我帮你拿。这也看你这样哦，在家里应该也常常在做菜哦。喜欢做，但是喜欢做菜，对，喜欢做哈，在公司常常做哦，真的。午餐我们都自己煮，我到外面都吃不习惯了。我觉得说自己做非常的健康。好，香菇，对，这个我们建议在烹饪的时候哈，其实会其实慢烧烟嘛，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强调说这个能够比较低温的烹调哈，低温的烹调。然后猴头菇哈，这个都等一下再来，再那个豆皮也下去，这个先哈。然后来这是那个番茄先哈。好。好啊，剩下等一下，这个处理下去，好，洋葱稍微慢一点点就可以了。来，我给你看看，好，看水就行。透过这个烤一下的话，那效果哈，那个整个香气就跑出来哈。对对对对，好，炒一下也不用炒很久了，因为我们要加高汤下去，把这个番茄那茄红素逼出来，稍微炒一下的应该。对，冬莲早期的那个烹饪弄哎大火啦，其实不要，我们就小小火，小小火，好，才不会。好，接下来就可以加我们的高汤。好，再来
菜碗，因为我们量不少，所以要加多一点。Okay. 好的，通通给他加了，没关系。好，通通加。哎呀，我给了。在家里做菜哈，就是让它很丰富。对对对，按到那边就可以，一方面好。烫面了，好，我们把这个刚刚师姐想，这是秘密弄起来了哈，这个是关东，关庙面，关庙面，细面，细面哈，啊，你要粗面，你要什么面，随便都可以，都可以哈，你敢面疙瘩也可以，哎啦，如果我们这个好朋友在家里哈，请面给他比哈，就是要搞干粮面团哈，跟水揉一揉，其实也蛮好玩的，切一切就变面疙瘩，对对对对，那么晒。好，你爱吃什么你就放什么啦，好，这是因为我们是象征性的讲，总要有个主桌嘛， 对,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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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这样还不够，还不够，把那个番茄汁倒下去，番茄汁主要是让它颜色能够，哎，对，颜色也够，味道好，能够更有那个番茄的，对，这些可能还会带少了一点，我这边还有带了一瓶来，还可以多一点，准备要加加澎湃，这有些呢，哦，有些，哎，对，咱今麦那么爱吃，我爱倒了哈，好，没我这。好，我们看着办，自己都可以。好，那重点来了哈，就是，其实有时候吼，常在厨房到底煮开有没有受欢迎？比如说你煮给家人吃，煮给我们这个好朋友吃，到底也会这样会这样哈？当然，这个除了用心之外哈，用心没看到会这样嘛，那当然一点点的挑是很重要。那当然，对，那到底要多少呢？看你自己吧，看你就爱吃咸的，还当几些啊？我有一个秘方，哎，什么秘方？就是那个汤跟。就是我们讲那个盐巴的那个比例的，我们想当然一定要熬高汤，因为我们素食哈没有放味素，没有放这些高汤粉都没有，我们需要弄熬制，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汤也是熬制的，哦，弄甘蔗啦，好，这个也干乎的啦，干乎做达人，当然在家里如果不要那么麻烦，那就简单做了啊。像我们甘蔗啦、红萝卜、白萝卜啦、菜桃啦，哈，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加这个大豆芽，啊，这个都是一个熬汤底非常好的东西了哈。还有苹果啦，哦，这个都可以，都最好诶哈。啊，其实哈，你若想高汤，哦，加火气做些物件，爱熬高汤加火气，对不对？你可以把它熬一锅，然后一小包一小包放在冷冻。你随时都有高汤，对 对, 对。但是像我来讲，有时候哎呀，在公司哪还有时间去熬高汤？我就直接，因为这些东西熬出来的天然的那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啦。好，哦，啊，就把这些东西放下去的话，就已经很好了。好，那滚哈，差不多滚了哈。哎，对，好，那我们要加一点调味料。现在调味料，那今天很简单的调味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盐巴。对，当然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海盐啊，对对对，或者是矿盐啊，对对对，是是，还有高档用玫瑰盐啊，那也都可以。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在汤跟那个比例哈，我们在那个餐厅有一个需要它固定的，每一次煮差不多，所以我们会有三斤的水，好加三钱的盐。你家庭主妇无法做，来啊！秘方可以学起来，你家少许的。我拢讲，互人做吼，简单个做会到，就是讲啊，你家己爱食咸的，你就哪起哪起哈，豆豆啊加，慢慢的加到你的适合你的口味。像我最近去日本，哇，因为台湾咸到要死，咱就袂哈，因为他们是寒冷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比较清淡型的，所以比较好。那我们有准备这个是不是一般的化学的，是比较天然的菇粉？用香菇，这个，啊，这个是，白菇粉，白菇粉，好，意思是讲足济种的啦，大概十几种，十几种，这个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东西，很棒的东西，哈，好，这样就这样差不多了，嘿，这样就可很简单吧，简单，好，来再来把这些放下去的，可以放了，纯这里，嘿，这种是黑的，香菇。滚了之后，羊菇下来，对，还有丸子，把我们丸子也下来，这个要再切一刀，好像有一点过大了一 点好，没关系，哎，这把横的一刀就差不多了，哎，OK， 会伤多未？哎，我紧，这等下会湿吧，紧，嗯嗯嗯，是现在蔬菜好吃哈，哎，对，你看这个这个高丽菜绿油油的哈，看起来就非常的鲜美，好，非常的好。我们这一道菜接近尾声了哦，所以我们就是用你这家很简单吧，一些嘿嘿嘿。但我们虽然说，因为那以健康概念，因为在家里做的所有的食材啊、调味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哈，对，给家庭啊这个更健康的，尤其是我们
这个不管是爸爸煮或是妈妈煮啦，对啦，小朋友马上煮、你总要让他有时间，不要老是做，对不对？以后让他都是靠爸煮靠妈煮，没晒没晒，一定爱教。差不多然后一棍融合把所有的菇啦蔬菜都融入在汤汁里面，对，这样来讲它的味道、就会非常的鲜甜，而且是没有加任何化学的东西，是非常好。那最主要是煮久一点，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你可以把番茄哈煮久一点，让它茄红素都出来。大概如果滚个10到15分钟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教学，大概是简单的去做一些概念。对，没办法做的太那个哈，等它开了就差不多了。你看我们这个是少油少盐，好，也没有加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什么调味料啦，反正就你看这一锅很棒。很棒哈，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大家自己做做看，好。好了，来，我们把煮好的汤哈，这个放在那个一般的这个容器里面，慢慢的，哇，非常的丰富哈。多多好，满满哦，明白明白。好，好，今天这个米蛮好啊哈。好，米蛮好啊，好，那个。這你穿烫一下，烫卡袂落去哈，卡袂混浊哈，就把面放下去，好，这样就 OK 了。把它调一下。很棒的这个，好，那如果要颜色，旁边稍微给它弄上来。就是非常棒的一个番茄面，对，可以非常丰富哈。好， okay,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美味番茄面。各位菩萨有空我们可以来做做看。好的，一定要做做看，吃吃看才知道怎么做。美味番茄面，食材：干香菇、猴头菇调理过、美白菇、牛番茄、高丽菜、羊菇、丸子、豆皮、干细面。调味料：番茄汁、鲜菇粉、盐。做法：一、将番茄切块备用。二、香菇切条，猴头菇、美白菇、高丽菜切块。三、锅中放入少许油，放入香菇炒香，再加入番茄块及菇类拌炒一下。四、加高汤及番茄汁，煮滚后放其他材料。五、将面穿烫好备用。六、将汤料调味好，放入穿烫好的面即完成。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示范的这一道菜叫做酸辣莲藕片，因为有一些人喜欢吃一点辣的，所以这一点哈，我们这次这一道菜里面有加一点辣的，所以叫酸辣莲藕片，请大家看看这里的食材，请看这个哈，莲藕，莲藕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整只的哈，已经切成莲藕片，穿烫好了莲藕片，好，再来这个呢，食材呢是那个奇异果，我们水果入菜了，这一次这一道菜很多都是水果入菜的哈，好，奇异果，再来是凤梨，好，凤梨也是切好一块的哈，那这个呢是坚果。你任何的坚果把它打碎都可以，看你的喜欢哪一种坚果就可以这样做，然后一点茭白笋，然后辣椒，这些是今天的食材。再来调味料是什么呢？这个 辣油，因为我们要做辣的一定要一点辣油才够味，然后这个是白醋，这个是糖，这个是盐，就全部的煮菜跟配菜的那一些调味料都在这里，就全部都这一些。紧接着呢，我们还是仍然请张师兄来帮忙，是啊，来示范今天另一道的美食。好的，请张师兄。菩萨，阿弥陀佛啊！今天要来做另外一道，也是在这个夏天很适合的料理叫做。这个
酸辣莲藕，那就是以莲藕做主材料哈，这个季节那会配合一些副材料，比如说为卡北顺哈，然后说是美白腿哈，不是美白腿的，什么叫做什么美人腿？哦，美人腿的哈，谢谢师姐，美人腿一定是美白腿，赶快的来。所以就是配合这季节性的那水果哈，那我们首先先来处理一下。好，这个是莲藕片哈、啊。你看那个讲的有点黄黄的、嗯，这个好的，为什么？这不破背，因为很多的这个比赛算，比赛算心里不一定好，因为本来莲藕就有点带一点点稍微黄、啊、黄的。对，那、嗯、我们先下。好，给它穿烫一下，因为已经切好，切好了，熟了，只是说哈、哦、啊，给大家看一下，在要做的之前，凉拌之前先穿烫一下。那我们这个是茭白笋，卡北笋哈。卡北笋其实做可用途啊，要烘啦、煮汤茶啦。好，你敢用迄个铝箔纸给它包起来哈、嗯，哇，加一点，加一点那胡椒盐给它包起来，加一点点巴打哈奶油啊，植物奶油给它包起来，有个烤。啊，这样一桃有一点比较老的，就稍微处理一下，切点嘛。好。所以呢，我们真正用心来做菜的话，你可以学到非常的多。好，而且我们没讲的，你想的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好，那我们就是因为莲藕切片，我们就切片。好，通通给它片。就切片哈。所以我记得以前说，哦，我的呢哈，做菜哈，我哈现在可以做非常多的菜。嗯。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哈，它举一反三啊。对。哦，现在做有够多啦。我讲哦，安心就好诶，哈。哎呀，这个法轮常转，转到那边，转到那边了哈。这像书一样推广哈，到处弘法，对，非常棒哈。你边切，你还可以想到哈、哎，真的是很好的比喻哈。好，一样把刚刚的哈，这切完了再穿烫一下下。哎，较紧哈。好，安尼就好啊啦，安尼会使啦哈。好，那其他哈。就是处理这个奇异果，奇异果哈、这个夏天哈、这应该还见哈，而且营养非常的好，真的奇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一样是前后再切一下，对，切一下哈，那来削皮，用刀用起来，随在你啦，拢会使啦，就是削皮，把皮削掉，放在里面好了哈。我这些奇异果没办法，就哈、脆很脆利。这个哈、就奇异果，因为注意看啊，我们就是大概只是对配颜色，还有吃它的原味，然后配合我们一点点的调味哈、那你这样很多种蔬果加在一起啊，健康满屋啊，对不对啊？啊，健康就很均匀。所以真实的蔬果就是蔬菜水果。哦，那这两项哈、种类的有够侪加起来，会使讲对人体的健康哈。就足有够啊！天天五蔬果啊，健康跟着走，对、这个很棒啊哈！真的不需要想到说，哎呦，我吃素干的无营养，绝对无营养哎！我讲吃材料吼，点都较好。师姐，你吃菜几档啊？哎呀，慢慢我几档啊，输你啦！我知你十七岁就吃菜。不然，其实大行没有说吃久了很搞，讲刚好那个姻缘哈。哎，对。但是我干嘛讲？那你吃得很好啊，而且很健康啊，发喜啊，哎，最主要是很健康，对，而且真的已经哦，感觉暗棍啊，点了拢叮叮，今晚我姐姐好像整个身体都柔软，轻松起来，真的，对，真的是最好的亲身体验。奇异果哈，要注意一下，也扯寻另外骨，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哈，下刀的时候嘿。我你买那么个切片也得掉，还弄切片，安尼小大片片，好要紧，大片要紧啊，好，我们要放在一个待会要一起拌的地方哈，好，再凤梨，今天再滚一下拉起来哈，差不多，好，来再金它晒干 ，OK， 好，好，凤梨应该蛮变些多，切一块起来，好，真的这一些，哦，营养非常的好。多种水果，甚至你要加上你自己所喜欢的水果都可以，也不一定说啊，你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对啊，像红龙果也不错。火龙果做起是会把胃拢会倒个红红嘛。不用背。对啊，很好啦。好。那、这个东西穿烫起来的时候，我们建议当然是能够泡冷水。泡冷水，嘿，对。咱今日无啉水，
哎，其实这样起来，卖讲食冰的啦，吼、哦，有人讲啊，咱冰的吼、哦，是上好是用冷滚水就好啦，冷滚水就好，卖掺冰水，冰水、啊、真的是这样比较好，比较好一些哈。嗯，哎，看起来足健康的呢。OK， 哦，还汤嘛唔当去调啊，还汤做高汤是够好的呢、嗯。好，放下去。好。嗯嗯，稍微沥干一下哈。OK， 好，我们要切一个辣椒。辣椒，哎，这个辣椒也是增加颜色，跟因为我们有像说夏天有一点，当然说啊，我的我看起来辣椒买肯定好也可以。你自己看你的兴趣啦，哈，看你的适合你的诶迄个啦，哈。好，小心你的手哦。没问题。哎，这个辣椒，因为很多人说啊，你嘛干一点嘛有辣诶，哈、哦嗯，我想然后这个来设计一点。它这个辣椒哈、哦、要去籽。好，因为这一类凉拌的哈，啊，你那不要按那，你得用细支汤匙，让一手压着把它刮过去，就全部掉了，对不对？对，方法有很多，方法很多。嗯，看起来蛮辣的哦。嗯，看你的切的味就造出来了，已经有够香的迄个感觉哦，哈。好，好，可以了。好，好，这个也是把它，你们切片吗？切片，切断就可以了，切断，切断就好了哈。好 ，OK， 我准备好了。好，接下来就是调味。调味，来，稍微给它一点味道哈、嗯。那当然，酸辣的是酸的是醋，或者是你弄这个苹果醋啦、嗯，很多醋都可以用。随便你，对，都可以。那我们今天是弄最简单的白醋。好，哎，没错。但是咱今嘛为了人体健康，大家都爱用水果醋啊。哦，也不错，嘿，对对，好。来，好来。爱加醋，加咸瓜，一点点。哎，看要较酸，较无酸就看你家己啦。接下来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糖。糖，哎，要一醋，一定要有一点糖，不会烧。味道出来，哎，味道也无够好哈。加上一点点的盐巴，哎，好，差不多了哈，好。再加上辣油，辣油在这里，哎，这个辣油很不错，哎，还能够哦。不用太多关系的哈、嗯。家里放小孩子啊，不喜欢吃的哈。还能搞我？翻一下，可以。好，我喜欢辣油，我们再搞我。辣油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辣都不一样啊，这个是还自己量的，还蛮辣的。哦，啊，你们当收这啦哈。哦，来，我就简单的嘛。很简单，你闻到水果的这种果香。哈。哦，还有这个很自然的这种味道都在里面，很好很好。那你拌一拌就好了嘛。好，那我们就准备。好，排盘。排盘。老爽哈。这个哈，其实做菜好像很开心的哈。对，真的是很开心的。很快的去做出哈。哦，没办没办，哎哎哎。那么 Q 哈 Q 是。来，筷子开过来，来，小个 Q 起来来。哎，这个就是姐啊，这个。阿弥陀佛。帮忙哈，喜爱给一个哈。啊，喜爱给人嘛是安尼啦哈，啊物件做好的时阵，你小个喜爱给一下，啊感觉感觉哈，就觉得说哎，看起来哈。干净干净哈，然后也很清爽啊。其实在家里做菜啊，其实都是弄最简单，因为其实我们都工商都忙哈，也是都伤心家里很多哈。对，家里工没花很多时间去料理哈，除非是过年过节，对，不然不用下的。哎，简单但是又健康，然后又能够在色香味上又能够俱全。对对对，目前来在推广素食，这样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好，这一道菜哈，酸辣。这个莲藕片已经 OK 了啊！谢谢我们的张师兄。哎呀，应该的。哦，这两道菜，做得非常的棒。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做得非常棒。哎，对，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嗯，好。好，下次再见，拜拜。酸辣莲藕片，食材莲藕、奇异果、凤梨、坚果碎粒、茭白笋、辣椒。调味料：辣椒油、白醋、盐、糖。做法：一、将新鲜莲藕、茭白笋分别刮去外皮，洗净切片，放入锅中穿烫。捞出冲凉备用。二、
将奇异果、凤梨削皮切片。三、将辣椒去籽切片。四、藕片中加入切好的辣椒及所有调味料。